我爸呢？你不能这么说我。耶！耶！快点上啊！我的生日祝福，护花花小可爱，生日快乐！还有一个，你的宝贝草木三星，对对吗？好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！我这里还有一个牲畜叫小可爱 Erico， 你在吗？在，祝你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好了，还有吗？我这里还，你先。我先说，我先。好的。林狗狗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来，婉晴。哦，到我了。我这里有两个生日祝福，第一个是祝吴冠的生活生日快乐，然后第二个祝福是祝妈妈最喜欢的酷儿生日快乐。耶！我也有个生日祝福，祝果冻的恶趣味祝你生日快乐。耶！好了，怎么大家都申请这一场公演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没了吧？没了吧？这次确定没了吧？没了，没了。OK， 没了，没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组 MC 话题是什么？生日快乐 ！biu biu biu！ 帅了！哇哦，这个是随机的吗？快点！是不是很勤啊？是句子搞的这个软件。哎，他这个设定好的，是不是设定好的？我有你没有，输的人四脚板凳是让其他人轮流坐一下。什么叫什么叫我有你没有啊？什么叫四脚板凳？这样，四脚板凳这样吧。四脚板凳是这个吧？啊，这个，我觉得是这个吧，是吧？要不是这个，这样你能做到吧？这样吧，哎，我有你没有是啥意思啊？我有你没有，说一个只有你自己能做到的事情，别人做不到的。身材好，就这样子的，我有你没有是。啊！没有什么。赵姐，别，饶他一命，饶他一命。没有，来借我坐一坐。什么叫四脚板凳啊？四脚板凳就是整个人四个四肢都贴在地上。你示范一下我看看。就我觉得你示范一下，大前辈我不懂，我不懂，我不懂。我觉得前辈先来。你不是灵替身吗？快。太伤自尊了，跪得好有力度哦。那这样大家就不敢赢我们了，不敢赢前辈。那没有后辈，那没有想多了。你没有这样的威信。后辈要讲一点礼仪，好吧？讲一点礼貌。游戏场上无父子，后辈哎，别啥意思？游戏场上无父子，儿子不要，没有父子儿子。不是后辈说我想坐长凳，你们还得两个人拼一下。还可以这样吗？还要叫人去。我有你没有，来吧。从谁？那怎样算输啊？从这讲的他词穷吗？啊，就是你说一个别人，比如他黄婉晴说了一个，刚刚就输了。张云可以。让黄婉晴先来。你输了，我要做你。好好说话吗？还是春天就是不行。其实我们就是在一起，上个礼拜一起玩过一次拍腿游戏了。什么东西？你记得吗？逛三元。你不在吗？逛三元。对，我们一起逛三元。对，有什么？可厉害了。庆功宴的时候玩的。基本上每个人的游戏水平还是有保证。来，我们一起来逛三元。知道，心里有数的啊。来来，先拍上面，下面。啊，就换游戏了是吗？对，已经换了是吗？对，我们要不那么坐下来吧？坐下来玩。We will, we will rock you.输的被所有人做吗？啊？感觉对感觉像在集体讨饭。哎，我觉得被所有人做挺好的。啊，这有点过分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谁先开始？来那边，左边，右边。从中间开始吧，前面。不，从头开始吧，从左。从头、来。好的，从头就是第一句话是什么？我们一起逛三园，什么园？动物园。狮子。老鼠，大官啥意思啊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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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就是你动物园里面有什么？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你不用这样子的，你不用这样子的，没必要，没必要，为了一个游戏头破血流，这只是个游戏，这个游戏了，再说就不会饶过你了。然后这把原谅你啊，原谅你，然后来来来，我们一起逛三园，什么园？动物园。
莲、狮子、老虎、大象、熊猫。我在找气口，要卡那个节奏。气什么口？赵烨的节奏太紊乱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这样不行，这样我们永远轮不到这边了。张雨欣，张雨欣，张雨欣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那我要坐这个最前面。这是头等舱，这是头等舱，头等舱。
铜像，拿着铜像，八国联军，唐国人，大火，圆明园不是没了吗？就是他消失之前的感觉，消失之前不是被人敲门了吗？好，找到了背心，背心。张艺兴，张艺兴，就你有文化，一法连军，一法连军，一法连军。那八国联军里面有没有一法连军？八国联军里面有没有一法连军？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对不起，八国联军，我错了，冤枉你了。现在是辩论时间，你跟配心里人必须有一个人。冤枉了六，你们八国联军里面有一法连军，这是一个从属关系，它包含在这里面，所以我说的是对的，我说的是宽泛的定义。好，圆明园是不是被八国联军的？不是，怎么不是啊？就突然开始上历史课的，就简称坏人就行了。反正就是烧了。不行，你俩躺一起，我们一起做吧。一起做吧。对的。啊！我以为生病。我们做个长字儿咋样？我们做长凳。妈妈，你说了不能这样的。做长凳来吧，来长凳，我们想个新的姿势怎么样？就是新的凳子。哎，怎么没人反驳昼夜说了个铜像？哎，黄铜像。对呀，有的，12个铜像，12生肖的。来吧，可以。他也就是随口一猜。你这样，我这样，你横着我竖着十字架那种凳子。我横着。对你横着，不是你这样。不是你这样，好难哦，我这样，对，好，你上来，你干什么？在干什么？那我得长2米，我才坐得上。来，坐这样，这种，你小时候玩过没？这个，你手把埋丢掉。他就是把两条腿放在脚上。来，好，那现在请我这种重量级的选手。对对对对，这个错了，你这个错了，这个错了。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诚意？正痛，不是你反了，你反了，对，你错了，你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我们赵烨前辈来吧，正痛哎，哇，没眼看，手断了，哇，起，哎，感觉像在如厕哎，张雨欣，你的身体素质能不能强一点？结果惩罚的是赵月，我有这么重吗？赵月重到程咬金，好狼狈，好难堪。我有这么重吗？一般200多斤吧。好了，今天这个游戏环节就结束了啊。然后，好了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后面的精彩的歌曲。耶！